我怀疑他是来冒领狗的，不会是狗贩子吧？犯罪嫌疑人利用狗想把贩子运送到广西，然后偷运出境。我们可以让小七跟着这个汽油，直接抓到那个罪犯。这个线索太重要了。 什么大明星啊？宠物界大明星？哎呀，谁呀？你快说吧！啊，真的？他来了，你赶快把他带到诊疗室，我马上下来。什么情况？你干嘛那么高兴啊？洪小胖来了。这边请。院长，这位是洪小胖的主任，这位是我们丁院长。丁院长，你好，你好。 我是丁涵，你好，您就是洪小胖的主任啊？是的，我可喜欢洪小胖了。我经常在微博上看他的视频，今天见到本子真的好可爱，好萌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就是那天急救了一车流浪狗的志愿者的领头人吗？您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微信朋友圈都传疯了，所有的爱护小动物的朋友们全都知道了，好佩服你们哟。其实我也有参加营救。 这位是我们医院的，我叫艾亮，叫我亮亮就行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亮亮医生，你好，你好，是这样，我很感动，也很佩服你们，所以我很想来看看你们工作的地方，顺便带洪小胖来提个检。嗯，哎，这是谁？这是小七吗？啊呀，哎呦，小七，看来小七和洪小胖还挺有缘的呢。是啊，是啊。 我们家洪小胖啊，其实是一个很挑剔的猫，它看到一般的比有丑一点的猫猫狗狗啊，它会很不理不睬的。看来它跟小七真的很有缘分。那何止，完全就是一见如故啊！院长，没事没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嗯，拜。来，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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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品种应该是红色梵文异国短毛猫。对的，对的。嗯，它现在体重多少？不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帮它测量。出来的时候帮它称了4公斤。4公斤。嗯，那最近饮食睡眠如何？非常好，吃得香，睡得也香。嗯，精神状态、体态都不错。那你帮它做个体检吧。行。嗯。来。来。哎呀，看一下啊，躺下。啊，你们的小七简直太帅了，他将来说不准也是一个网络红宠呢。亮亮怎么样了？应该都没问题。心肺功能都正常吗？嗯，很好，没什么问题。太好了。不过这样的检查我没有办法100%确定，改天他还是得做个血液啊、粪便的筛查，因为我们最近流浪狗特别多，机器忙不过来。改天您再陪他来一趟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安排时间带他过来。谢谢。院长，院长，我想回来了，我想跟他拍照片。给我几个小话话。好了，先听我，他我先要。我都抱起来了。我来，不给。院长。啊。哎，累死我了。哎。永远信赖你，无论
放在任何空间里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？不要忘记我爱你，不要忘记我想你，只要永远在你身边，无论生命多么短暂。不要忘记我爱你，是我心中的每天都洗那么多狗，我本来停的那一双手现在都成烤熟的地瓜了。哎呀，你就别抱怨了，我不也一样吗？天天给这么多狗不断的吹毛啊吹毛，从一个高端的艺术家瞬间沦为保姆了。那么多小生命天天都来，大壮，咱们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，咱们得想个办法。招人，我待会儿就去印个传单。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做传单，那上网发个帖子要快得多啊。那我去拿电脑。哦，亮亮，我发现你真是个闰土，一动端能想到吧。哦，那你等我弄完了待会儿我来弄。 OK， 来来来，我演示给你看啊。那么多人呢，但是，哎，这不行，这还得我们自己发，人太杂了。发什么呢？哎，我来。好，看你能写出什么花来啊。你看啊，如果你有着可亲的微笑，如果你有着灵活的双手，如果你有着柔软的爱心，请来完美世界宠物乐园，享受和狗狗零距离的亲密接触，体会它身体的温度，舌头的柔软，毛发的丝滑。哎呦，你这整的是挺诗情画意的哦。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，我对于我们宠物乐园那可是真爱，你没感情怎么能做得好服务呢？呦呦呦呦呦，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刚来的时候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往事不要再提，我已经升华了。哎呦，好，哎，那你帮我再加一个，就是说取得过 Pet In 护理资格的优先考虑。好，哎，嗯 ，OK 了 ，OK 了。哎，那你说院长不会怪罪我们吧？应该不会吧，明天早会的时候再跟他说吧。这一天真的是要累死我呀。哎呀，我刚洗完的狗，待会儿还要去打扫宠物公寓，真不想去。哎呀哎呀，你是噪音师？哎，我不是，他是。大壮，干活了。我没走错地儿吧？这就是你们广告上说的那个国际范儿的造型师？没错，是我，我就是国际造型师袁大壮。国际范儿，这整个一城乡结合部吧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谁让你看我了？你看狗。等会儿帮你弄完了，你看看你家狗，出去走米兰国际时装周都没问题。哎，小姐，你放心吧。大壮他是京城最牛最潮的造型师，他绝对没问题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得嘞，来放上来吧。
要什么造型？你把我这狗捯饬的勇猛点，让人一看要有气势。咋个勇猛有气势法啊？智取威虎山，徐克那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你看过吧？照里边的男的随便来一个，那爷们劲儿。还有，天王盖地虎，就他了。你还宝塔镇河妖呢？妈妈，好吧，交给我了。美，时尚，新潮。哎呦，黄小姐。噔噔噔！你把我的狗怎么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你别生气，你看这个头啊，像不像维多利亚？哎，你看这个后面像不像 Lady Gaga？ 这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多可爱啊！我让你给我整成个老爷们，你却给我整成了个伪娘。我要带他去相亲，相亲了，你知道吗？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放开，放开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娘娘！哎哎，哇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怎么了呀？怎么打起来了？你看我的狗，狗能怎么呀？滚！大壮，你这变魔术呢？你给人搞造型没错，你不能颠覆人家的人生观啊！我觉得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他脑子有问题，然后今天早上又没吃药，你别着急，马上给你再换一个造型。大壮，赶紧的呀！好，我等着。你们真的是一点国际审美观都没有。哎呀，好吧，那我跟他合张影。哎呦，来啊！黄小姐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来给您打八折。艾大夫，你们这造型师脑子有病，赶紧换一个。有人来应聘了，这么快？怎么样？现在啊，就差院长点头了。哎呀，等会儿啊，你得陪我唱个双簧啊。哦。大家早。哎，院长早。今天早会呢，想让大家讨论一下，最近我们收留的流浪狗越来越多了，但是我们的经费越来越吃紧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？我觉得吧，我们不能只进不出，我们可以哪天搞一个什么领养活动什么的，只要有人愿意收留他们，我们可以负责终身免费打理呀。这么多狗免费打理，你想累死我呀？不行不行，除非啊，丁院长给我加派人手。你不是有我吗？哎呦，就你那速度啊，你太拖我的进度了。丁院长啊，你总跟我说要创收创收，那总我一个人怎么行呢？所以呢，你怎么也得给我多派一个人手来。好，我同意，但人你得自己找。另外还有一点，你别再搞什么创意设计了，你给我把接地气创收摆在第一位。有这个绝对没问题。哎，院长，我有一学弟啊，那是非常接地气啊。他以前是个农民，是个非常有理想的农民。他在家经过了20多年的深思苦想，突然有一天，他在看到他们家的狗长不拉几的毛拖在地上那一刻，他明白了他人生的理想是什么：打造美，传播美。所以呢，他就去拍T印学习了。论技术呢，绝对不比我低，但论到思想理念嘛，那比起我就差远了。所以院长呢，这说到您的要求了，是绝对没问题。别像你这么啰里吧嗦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把他叫来吧。我在等我师弟呢。哎，你快去忙，快去忙，不要管我。好吧，好吧，辛苦了。哎呦，师弟呀，辛苦了，来了，哎，想死我了。真的？哎呀，来来，我带你去看一看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等你很久了。对对对，这不是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。
阿龙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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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龙，阿龙，你好。跟你说了是阿龙，不是阿龙，是阿龙。对呀、啊，是阿龙吗？哎，算了，不跟他说了，走走走，我们先进去看看啊。哎呀，真是挺般配的，郎才女貌的。给你的，我上次看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，那是老药了，副作用还大。这种专治心脏病的药，我爸也吃过，药效快，副作用还小。哎，不过我不白给你啊，你能不能帮我针灸针灸？我这条腿最近总是麻，我吃了好多药都没有起色。不是。你怎么不早来找我呀？咱俩一见面就掐，哪有机会呢？哎呀，你别说，有时候啊，还真得吃这西药不可。就像我这心脏病，要是天天喝中药汤的，早就翘辫子。哎，这中药啊，虽然见效慢，但是呢，能治很多大病。你比方说我这腿，我吃了好几大罐的西药，还是治标不治本。所以还得靠你们中医针灸理疗。你说这中医和西医真是泾渭分明的吗？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反倒可以相互借鉴，相互融合。哎，这么一说的话，我觉得亮亮昨天说那话还真有点道理。咱俩一中一西，一土一阳，如果我们能融合在一起的话，一加一肯定是大于二。言之有理，有理。你是纯，我是齿，咱俩应该唇齿相依，何必吵来吵去的呢？对呀、啊，中医西医不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吗？不对，咱应该是治病救群，只要能挽救生命，管他什么中西土洋，对吧？子曾经曰过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咱俩以后以君子相待。好，欢迎大家莅临我们完美世界宠物乐园，共同庆祝我们动物保护志愿者协会成立三周年。还有就是呢，我们从狗贩子那儿救下的流浪狗就住在我们的流浪狗之家，他们的身体复原状况也很好。大家猜一下，总共救了几只狗啊？23。20。都不对，是28只。错了，不止28只。怎么可能每只狗都是我洗的？因为有2只狗怀孕了呀，新的生命很快就要落地了。今天呢？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又有2名新成员要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协会，那就是爱亮和小七，欢迎。相信这2位大家并不陌生，他们在大营救当中，爱亮和小七的英勇表现决定了最后的胜局，他们2位是我们的大英雄，现在我就正式授予他们我们荣誉会员的徽章。谢谢大家。这是小七的，你给他收好。
艾亮，你愿意终身加入动物保护志愿者协会，永不退会，永守誓约吗？我愿意。我宣布，艾亮和小七正式成为我们的会员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。首先呢，我想感谢动物保护协会给予我这两枚神圣的会徽。其次，我要感谢丁涵院长，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志愿者朋友，当然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们。如果没有你们，也就不会有这个我生命中最神圣的时刻。其实说来很惭愧，大半年前我还是一个不爱动物的人，但是自从我来到了完美世界宠物乐园，认识了大家，认识了小动物，从大家的身上，从小动物的眼里，我学会了爱，学会了尊重，学会了温暖。的确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如意，有很多的缺憾，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，和小动物一起，我们一定可以共度各种难关。在此，我也和小七一起发誓，一定会用毕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动物保护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怎么不吃东西啊？我不是特别饿。你还好吧？是不是有心事啊？跟我聊聊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觉得从流浪狗事件一直到现在有点恍惚，就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说说看。好像是一场梦，又像是从多年来的一场梦里醒过来。真的，当你给我戴上会徽的那一刹那，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了不起。我偷偷跟自己说，艾亮，你终于成了一个很棒的人。哎，他俩这是打算公开恋情了吗？都不避人了，我什么呀，灭绝师太哪那么容易被亮亮搞定啊？我说，是不是院长今天酒喝多了？那么坏，干嘛呢？我跟你说，难说。亮亮现在表现那么好，今天又穿那么帅，我要是师太，我都交枪投降了。我谢谢你，丁涵，也谢谢小七，是你们给了我这次机会。敬小七，敬我们，来吧。你好像喝多了。怎么可能，我只是高兴救了那么多流浪狗，还有你刚刚说的话我很感动。我们出去走走。去哪儿？去了就知道了，来吧。我就猜到，果然是来这里。除了这儿，还有更合适的地方吗？一直是你带我来的。虽然你不说，但是我知道，我自己并没有资格来到这儿。可是今天，
我想我终于有这个资格了。你有啊，这一次终于没有生命离去，相反的，反而还有很多生命作为他们的延续。我想，这就是阳光花园的能量吧，它可以辐射到世界的每一个阴暗角落。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在很单纯的享受这一刻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。是啊，也许这就是幸福吧。你猜他在说什么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说我酒酸了，帮我捏一下。我猜他才不是呢，他一定是在说生命如此美好，世界阳光如此明媚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切，这才不是小七说的话呢，这明明就是你的心里话。为什么我的心里话就不能是小七说的话呢？哼，跟小七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发觉，他根本就不是一只狗，反而更像一个人。我跟他在一起交流，完全就不用语言。我觉得，那是因为狗狗从来没有虚假、虚伪，他们所有的表达都是真实的。我们人啊，只要同样的真诚地去回应他们，就一定可以心有灵犀。我一直认为动物的语言很难学，但是跟小七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你根本就不用刻意去学，你只需要用心地去爱他们，包容他们，体谅他们，自然而然就能跟他们在一起交流。有的时候我还会想，上帝最伟大的地方，除了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就是狗狗了。是啊，上帝创造了人，然后发现人会孤独，会痛苦，甚至会缺乏友爱，所以创造了狗狗，让他们陪伴孤独的人，温暖冷漠的心，让每一个寂寞的灵魂都可以得到救赎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人们都不愿意敞开心扉，而狗狗就是连接心灵之间的桥梁。我觉得小七就是我们之间的桥梁。要不然我还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的自己，怎么可能进入你的内心呢？谁让你走进我的内心啊？我的心可是很小的，装不下你。哦，那我就是大话西游里的紫霞仙子，我变得小小的，钻到你心里去。哎呦，好了，我们在说狗狗呢，怎么说到我了？说人就是说狗，说狗就是说人。你觉得我们这辈子还能跟狗分开吗？狗狗们纯净的双眼印证着世界的不完美，有人在的地方难免就会有欺骗，有伤害，但是有了狗狗，世界上就会少一些无谓的背叛还有伤害。
所以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把这个宠物乐园命名为完美世界的原因。完美世界宠物乐园是一个理想的世界，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。我希望自己能为小动物创造一个理想并且充满希望的地方。我相信真的有这个地方存在。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啊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我想把你此刻的笑容和温柔都深深地印在脑海里，因为我怕只要一出这扇门，你就又会变回灭绝师太了。你看小七偷听我们说话。小七，小七，你能听懂吗？小七是神犬，他当然什么都懂了。
咱俩要不在这贴一张吧？行。去那边看看，走。走。大哥，我知道咱们狗去哪儿了。好，知道，请好，帮你叫。你好，唯美世界宠物乐园。啊，你好，我想来找一下我丢的狗。哎呦，发了半天传单，终于有人来了！你等着，我给院长打电话。谢谢您哈。喂，院长，有人过来领狗了。对，就咱发的传单。好，你让他先填单子，我马上下去。哎，好，你稍等啊。是来认领狗的先生。院长您好。您好。啊，你的狗狗丢了，一定很着急吧？可不嘛，着急坏了。那你的狗狗有什么特征呢？我们这儿有很多狗。黑色。这只黑色贵宾是我的。这不是贵宾。啊。黑色牧羊犬。对，牧羊犬。这才是牧羊犬，这是比熊。对，就是比熊，比熊。你看我这记性，眼神也不太好使。这到底是不是你的狗啊？自己什么狗都不知道。是这样，我自己养过特别多只，然后都是黑色的，我自己也分不清到底都是什么种类。不信，你看，这是大黑，这只是小黑，这只是小小黑。你看，我自己都分不出来，你分得清楚吗？这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要不，你看我狗证都带来了，能先带我去看看狗吗？起。这个吗？那这也是黑色的，这个吗？这个？哦，好像不是。有你家狗吗？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以把你的狗证再给我看一下吗？哎呀，我刚刚不是给您看过了吗？就是黑色的比熊和黑色的牧羊犬。我们这里没有黑色的比熊，也没有黑色的牧羊犬。这些狗洗过澡之后的颜色都褪了。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别的特征没有？反正就是黑色就对了。你到底是不是来领狗的？这人谁啊？我怀疑他是来冒领狗的。不会是狗贩子吧？狗贩子。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，奇奇怪怪的。幸好没让他领走狗狗。小七，打火机，一定是刚才那个人的。
小七这儿没人抽烟，你乱叼什么呀？脏垃圾的！你先去忙吧，我再去检查一遍犬舍。嗯，好的。这脏东西你怎么又捡回来了？大家下次要注意啊，千万别让可疑的进来了，一定要小心。要不是亮亮跟小七提醒，那个人说不定就把狗领走了，搞不好他就是狗贩子。我发现呀，丁院长最近变化有点大。嗯，是吗？嗯，怎么了？就是凡事啊必称亮亮。哎呦，就是就是，亮亮啊，你给院长灌什么迷魂汤了啊？最近院长都不骂亮亮了，我们都有点不习惯了。你懂什么呀？现在亮亮是丁院长面前的红人，丁院长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。哎，院长，我看这样，在办公室里啊，给你加张桌子，让亮亮给你直接当助理得了。哎呦，一张哪够啊？得加两张，还有小七的呢。你们别闹，我说正经事呢。对呀，我觉着吧，你们都神经紧张了，啊，那流浪狗有什么可偷的呀？对吧？依我看，就应该把他们都给我做实验，这样能省好大一笔钱呢，对不对？于大夫，有你这么省钱的吗？怎么就……于飞，你少打那些流浪狗的主意，他们作为流浪狗已经够可怜了，你再把他们拿去做实验，我警告你啊，你敢动他们一根毫毛，小心我揍你。于飞，亮亮说的对，那些流浪狗真的很可怜。就是就是，亮亮说的对，亮亮说的每一句啊都对。大家下来一下，警察来了。咱们这儿谁是负责人呢？哦，我是。是你？前些天你们救助那批流浪狗都还在吧？都还在，怎么了？我们经过调查发现，这批流浪狗并不是一般的流浪狗，他们和最近的一起佐卡伊重大钻石失窃案有关，因为数额巨大，所以请你们配合调查。这伤口会留疤吧？不会的，伤口很小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们小七还没娶媳妇呢，可不能毁了容了。别动啊，小七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好，好了，噔噔噔。你看我们小七的新造型怎么样？可比袁大壮做的时尚多了，是吧，小七？哎呀，你很坏。你别怪我棒打鸳鸯啊！你一只猫整天跟一只狗混在一起，多不好。去去去去去！飞呀，小七呀，我来看看啊，伤口怎么样了？真不愧是神犬，恢复的就是快啊！应该应该。小七，神犬，当之无愧。敬礼。只要你们需要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帮忙。我作为一个公民，小七作为一个犬民，一定会竭尽所能。小鸡英雄，豆豆，我也拿锦旗来着，你没看见？说，练练英雄。你叹什么气？你千万别叹气，叹气我心慌。高家，人家好不容易见义勇为一下，给人鼓励一下。高家，亮亮同学。